竹分局大竹派出所扩大调查发现，周南自今年4月20号开始专挑娃娃机店内对币机犯案，且犯案地点遍及新北市汐止区、永和区、桃园市龟山区、芦竹区、杨梅区，最远甚至到达台中市清水区，而得手赃款也逾新台币36万元。竹竹分局目前除依窃盗及赃物罪嫌，将周南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外，同时也正在继续追查周南有无另涉刑案。竹竹分局也呼吁，若有遭到相同犯案手法损失财物的被害人，请尽速联络警方。联络请洽大竹派出所，电话为03323-2704。